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于谦。咱们谦道啊，自从跟朋友们见面开始到现在啊，已经快一年了啊。大家伙呢也就陪着我在这儿一边听一边聊，哈哈，也就快一年了。那么在这快一年的时间里呢，咱们聊了可不少啊，又是吃又是喝，又是玩又是乐，不知道各位呢听得爽不爽啊，反正我这心里边挺爽啊，最起码我聊得挺过瘾，是吧？每周一三五，我真的一直就盼着能和大伙见面聊天。今儿是大年三十啊，咱们呢也歇歇，我这儿呢跟大伙也请个假。怎么呢？从大年初一到初七，咱们这签到节目啊先缓缓劲儿。二月三号签到再准时准点的咱们再见面再接着聊。大家伙呢也趁这段时间借这个机会多跟家里的朋友亲戚老人父母啊，咱们也跟他们多聊聊啊，并且呢有时间出去走动走动，见见朋友串串亲戚啊，顺便收收红包发点小财，哈哈哈，真正的我们找找年味儿，是吧？过年了嘛，大家都回家了，咱们也得陪陪家人，置办置办年货，过过年。我呢也顺便跟家里的亲戚朋友好好的待一段时间，也能给我这个大兴的动物园的小动物们就手改善改善伙食啊，给他们也做点年饭，哈哈。得嘞，在这儿呢于谦先给大家拜个年，祝您鼠年吉祥，新的一年幸福安康，高高兴兴的过好每一天。咱们呢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多挣点钱，多挣人民币，咱们节后见。